当然也希望这张专辑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。但是这一次有一个蛮酷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，因为其实这一次我的专辑除了有实体 CD 或者在官网下载单首的歌之外，这次有专辑的 APP。这个专辑很酷，而且全世界只有江美琪本人目前有，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 APP 专辑，然后它里面呢就是像比如说你拿到 CD 一样，来你 show 好了。这张 APP 专辑呢，里面呢就是跟你拿到实体的 CD 一样，然后你可以去翻歌词内页，然后它一样就是拿到实体 CD 的感觉。然后一个还蛮有趣的东西是，你可以选择播放 CD， 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功能，就是，哎，这边吧。你刚刚那个 CD 跟那个，然后以后我们签名的时候啊，除了有些朋友他们是拿CD 给你签之外，然后我们这次有一个很特别，就是你只要就是可以免费下载我的 APP for free 的，然后它可以让你每首歌听90秒。那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你们就可以去买下载这个 APP 的专辑。